运动自由广阔天地，运动开创崭新天地。彭广阳主播。大学男篮争冠预览，经过四天两个回合的淘汰赛，参加美国大学校级运动总会 NCAA 年度男子篮球季后大赛的队伍已经由68队缩减为16强。想要卫冕名列西区第一种子的堪萨斯大学男篮队，已经于3月19日以71-72输给阿肯色大学队。今年16强的两天赛程是密西根州立大学队在纽约市迎战堪萨斯州立大学队，阿肯色大学队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遭遇康州州立大学队，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队在纽约市出战田纳西大学队，冈萨加大学队在拉斯维加斯出赛洛杉矶加州大学队，圣地牙哥州立大学队在路易斯维尔会战阿拉巴马大学队，迈阿密大学队在堪萨斯城迎战德州休士顿大学队，普林斯顿大学队则在路易斯维尔出阵克瑞顿大学队，哈维尔大学队则是在堪萨斯城和德州大学队交战。美国大学校级运动总会年度男子篮球顶级联赛总冠军预定于4月3日在德州休士顿产生。彭广阳，2023年3月23日。